走，嗯，兴家香火不能断在老奴之手，今日已死，以报答家主知遇之恩。兴家秘方，站！自此，江湖上再没有秦家一族的父子。要是这孩子还活着，应该也有20多岁了吧？忘了，怎么了？什么？我听不清楚啊！小生，我现在是在用阴阳术，你可是修仙呢。听好了，你原名秦，是上古秦家的唯一血脉。20年前，我凭借秦家秘法救人，但始终无法找到秦家族地，将你送回去。现在我受制于天界，只能将秦家外门秘法传给你。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闭嘴！看看一生。一生元阳，是海浩瀚，亿元万年。黄老，记得龙脉之首，风风不起，无敌深渊，阴阳通线。说的太深奥了，我也听不懂啊。太厉害了，比黄金瞳还厉害。那黄金瞳是普通武器，绝对是顺风。不要，快点！假的，你买回去给狗，狗都不玩。小子，成心来捣乱的是吧？这进货价也就10块钱。小伙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看啊，这纹路明显就是涂蜡后刻上去的。再加点三氯化铁，在字口上咬一下火，一点也不专业。不要给我、小子，你要真有能耐，到陈老板的赌石网去，别在我这儿瞎捣乱。去就去，去了就怕你不行。哎，那谁，来带他们去赌石网。这里的石头随便一块都几万块，你小子行不行啊？几万块？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雅，我就是到这看看。苏小小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来了啊，来了。不用去，长不了。怎么样？真的没有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嘿，我猜的。这开石啊，凭的是运气和经验，狗屎地里也能开出帝王绿。看得出来你跟小小认识。这样，这里面都是10万以下的，挑一块，保证稳当。小小，你就让伯父玩玩。不用你挑了，我们自己来。小子，一刀穷一刀富，挑石头之前先摸摸自己的口袋里有没有钱。确实有点。这块石头20万。什么？20万？老板，你之前不是定价只有2万吗？我是赌石房的老板，这块石头就20万。你要是没钱，可以再换一块嘛。就
算换一块，它也会加价十倍的。我说的对吧？再换一块的话，加价100倍。你要是没钱了，陈老板，你敢不敢赌一下？这块石头开出来，至少值1000万。小子，如果这一块开出来1000万的翡翠，我给你磕头认错，然后再出2000万回收。就这么定了，先石头。这块石头20万。小小，你现在拿20万，我们就能赚2000万。你想想啊，要不然你就嫁给我，你爸欠那个钱，我出。相信我，这里有20万，是我明天要还债的钱，就赌这一次。如果这次赌输了，我们就一起。这可是你选的，这小子就算眼光再好，他也开不出1000万的翡翠来。这个位置往右2厘米。石头开了。绿的，绿的，绿的。绿的，这是绿的，是绿的，绿的，绿的。虽然不是满绿，也值1000万。这也不是什么定，还得再鉴定啊。陈老板，你是想反悔吗？找吧，可以反悔，但是你这鉴尸坊的声誉可就没有。对，让你关门大吉，你说过的话都录下来了。嘿嘿。这张卡里有2000万，石头我收了。好，这钱我收下了。还有，我辞职了，记得把工资讨到我卡里哦，不然我劳动仲裁你。你怎么上这么认的？苏雨，好什么呀？我又不是来找你要钱的，我是来见小小子。爹，是不是克扣咱小小工资了？他怎么这么少？没有的事儿。小小今天还开了一块帝王绿翡翠，我花了2000万回收了。还真是帝王绿，不过就是有点小。先生，我这儿有1000万，我先还你，剩下的我慢慢还。急什么？我不是说过，只要你从了我，我保证你荣华富贵。这2000万先帮我还你。不不，这1000万是你的。钱没了可以再找，我不能看他欺负你。干什么？我在打他，很难看出来吗？江生，这里有2000万，你把我的欠条给我吧。你以为我在乎的是2000万？记得病好了来拿钱。给我等着！我想了想，那个钱我还是要还你的，我不想欠你的。小乔，宁可欠那个人渣的钱，也不肯欠我的。不是的，我只是觉得刚太吃亏了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以身相许。如果是你的话，别说了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今天能帮到你，我很开心。可是你为什么出现外卖员的衣服？这还不明显？因为我就是送外卖的。送外卖？可是你对赌石那么了解，你为什么要送外卖啊？都是运气，运气。那
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哦，随便看看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2000。这个呢？20000。就这个。20万。老板，你这是做生意的态度？一个送外卖的在这捣乱，滚滚！你看不起人是吧？我真买，就这个。这可是商朝酒器，国宝啊！给你200，我去，运手2000。什么破玩意儿？你看花纹都旧的看不见了，给你加50。你才25啊！这东西我要了，老板开个价吧。不行，我先看上的。美女，你说多少钱？这东西安徽蚌埠的吧？不是，说实在的，我也忘了从哪儿淘换的了。跑不了，是西安、洛阳，就是蚌埠，100块钱撑死了。喂，不买别砸场子呀！看我说了吧，我就说它不值钱了。得了，你这一天外卖白跑了。等等，干什么？东西呢？我要了，开个价吧。神经病，走。站住！拿了我2000万还想跑？陈鑫，你要不要脸了？是2000万？什么脸值2000万？嗯，不要动手打女人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。把2000万拿过来，再给我认个错。陈老板，他干嘛这么大火气呀、啊？欺负一个送外卖的。江会长要这么做的，你要识相，赶紧走，我见你一脸血。小子，你也听到了，东西给我，我帮你搞定。没错，拿来吧。算我欠，算我欠。还以为你多么牛，也是个死包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？等等，你还没有给我弯腰90度认错呢。秦岭，不错啊，孺子可教。多谢陈老板夸奖，那我们走了。以后啊，要是吃不上饭，来我董事房。陈金，哥们儿，我罩着。不麻烦陈老板。陈金，人家都这样了，还不放人？秦岭。你怎么这么懦弱？能不能先跟我回去？我会解释清楚的。现在就说清楚。没事了，其实他现在已经后车走了。怎么又跟上来了？我看，其实你不在乎他们对你做什么，你在乎的是这件酒器，是吧？秦岭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小小。你们可不可以先回家？其实有我在，他们不敢对你们动手。
你什么意思？陈金敢来找我要钱，肯定是江家在背后给他通风，即使打死我也对他没有任何影响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做什么和你没关系，请你走开。我其实还是想买这件酒器。我们不弄。刚才还在嘲讽他，现在又来替他撑腰。等等，这件酒器如果是真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卖的。这件酒器如果是真的话，那就是国宝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您先放卖国宝的多了去了。等等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你想鉴定的话。进来再说吧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兄弟，误会，我先走了。你都看到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收拾你的东西。秦岭，你不至于这么绝情吧？我们只是亲了一下而已。没想到你也不是什么老实的货色呀，咱们半斤八两。好聚好散吧，你逼我垂死。那我现在就走。你先别难过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喝点水吧，那种女人不值得伤心的。都怪我太穷了，没有女人愿意跟我过苦日子，怪他。不是秦岭，我根本想不通，你能力那么强，为什么要送外卖啊？别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付出代价。秦岭，你别这样。我有点害怕。没事，我没疯。你的那两千万，我在三天内帮你弄到。你是怎么搞定？把它卖掉。这个，我想捐献给国家。你想出名？不是，这是商朝的酒器，如果沦落到文物贩子手里啊，说不定就被贩出国外了。我可不想中国人看自己的东西还需要去国外看。所以这就是你宁愿给陈金两千万的原因。对呀，如果打坏了，那都是罪人。如果你想捐献的话，我倒认识一个人。哇，钱钟坤先生你知道吗？是文玩商会的主席啊。对啊，在我爸家产没有败落之前，我们两家走得挺近的。我小时候啊，还经常去他家玩呢。这个想法倒是挺好，如果我去捐献，说不定就让人当成文物贩子抓起来了，还会连累那个商贩呢。那我们走吧。等等，我先把你那两千万给搞定。什么？
我们没有本钱了。放心吧，我卡里还有10000呢。10000块钱能干什么？10000块钱连好的石头都买不了。我们积少成多，你放心吧。是小小啊，你听说了吗？陈金的厂子里出了块地黄绿。是吗？我已经在他那里辞职了。我朋友今天想买几块石头。欢迎欢迎，要什么价位的？我也是新手，就10000块钱以下的，随便玩玩。10000块钱以下的就剩这几块了。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。那如果开出有价值的石头，您回收吗？回收啊，放心，我这儿的回收价绝对公平。那就好。先看这个。小伙子，我给你个建议，这块不看涨啊。可我觉得它挺好看的。哎，看来你还是个新手，要不你试试这块。错了的我不想要。这叫开庄。没事，老板，就这块，开吧。行，我也不强买强卖，你去付钱，我亲自给你开。好。10000块钱，就这么了吗？你就那么自信？等石头开出来你就知道了。这块石头虽然不值什么钱，但是也能。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啊？开天眼！你可别胡说八道了，不要搞封建迷信啊！那你怎么这么自信？小兄弟，我看好了，运气不错，涨了几倍。好，那石头我就不看了，您收了吧。行，那我就收了，50000块可以吧？可以，不过这样。钱您先别给我，我还想再挑几块石头。第一块石头是50000，就先开这个，然后涨了再开这个150000，然后是这个50000，再涨了再开这个80000，最后是这个300万。兄弟，你这是在跟我玩俄罗斯套娃呢？兄弟，很快就涨了。这样，陈老板，您去开那个150000，记得您已经欠50000。不会的，那块石头最少涨了7-8倍，他们已经赚了。而且如果他们厂里的石头啊频频开涨，就会有人络绎不绝的来，他们的生意就更好了。原来如此，不过兄弟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什么货？哭什么？知道你究竟在哪？一莫不是要反悔吗？啊，绝对不会。你为什么看石头那么差？有些事情您不知道比较好。如果你反悔的话，现在就行。哎，绝对不会。我现在就去开50万。秦先生。请恕我一拜。赵老板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秦先生，我赵家5代都是做玉石生意，请你收我为徒吧。你先起来吧。那50万的都涨了？有50万的涨了，80万的也涨了，300万的我就不敢开，不知道涨成什么样。赵老板，300万的石头里有一块玻璃，摔倒的话至少得20。真的？我可以帮你，但是我收你为徒也教不了你啊。为什么？我可以把玉石坊都送给师傅。我有家训的，传内不传外，传子不传女。这……不过您放心，您的生意啊，我可以帮忙。如果有看不透的货，找我就行。
恩师在上，恕我一拜。好，既然您要拜武艺师，那咱就约法三章。孙，我一切都听师傅的。第一，我们的关系不要和外人说。好，在外面我们以朋友相称。好。第二，今天的事情也不要和外人提起，也不要和外人说。我一定保密。第三，我想让你帮我开一家翡翠公司，用你的名字。没问题，一个月以内，我在最好的地方给师傅租一家商铺。这样，你先拿一张2000万的卡，剩下的钱交上铺的租金和进一些好点的货吧。不过师傅啊，一周以内有一个建师大会，老师你能不能帮我举一批货？谁举办？是江家。到时那批货会从缅甸过来，会有玉石界的大户到场。好，我一定去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这个师傅，你虽然低调，也不至于每天穿个送外卖的衣服。哎，我很穷的，要不你还是从开店铺的钱里边拿出来一点给我吧。行，没问题，师傅，去哪儿去？师傅，走。老陈，是赵刚啊。高中坐你后边忘了，赵刚是你，我都没认出来。咋样啊？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有空聚聚呗，我请你。那不巧了吗？我正好约了几个同学吃饭，你都认识，上车走一起吧。啊，上车上车上车，不错不错，那是。哎，哥几个。看谁来了？哟，老秦，大哥几年没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还真是老秦呀、啊，看来老秦发达了呀。啊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。那个刘凡，你给让个位置，老秦坐。哥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什么意思呀？啊？哦，我今天是恰巧碰见赵刚了，听说你们在一起就过来了。我们这几个人常聚。老秦，看来你发达了呀。没有没有。真的假的？不会穿了一身假名牌吧？假也假不过你。你说什么？说我这包是假的？都是同学。秦岭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送外卖的，装什么呀？什么？秦岭，你是送外卖的？对呀、啊，我是送外卖的。怎么了？难道送外卖的不能和同学一起吃饭吗？老秦，我们没这个意思，你太虚伪了吧？你这是因为干的货。就是，哎呀，这牌子衣服最少得几千起吧？这皮带得几万块起吧？舍得吗？哼。是，不是没变？我今天开的奔驰来的。你我公车停家了，赵刚捎我来的。老秦，你还真是送外卖的，改天你的电瓶车叫我骑骑，让我也感受一下什么叫绿色。行了，刘凡，你至于吗？那老秦刚进门的时候你那么热情，一聊到人家工作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赵刚，你心眼好，别被他给骗了，指定他出门就找你借钱。我不会和你们任何人借钱的。也对，老秦现在送外卖自给自足，也不会饿着自己。倒是赵刚，听说你公司最近运营出了点问题，约我们来吃饭，是不是想找我们借钱啊？刘凡，我只是公司出了一些问题，想让同学们帮衬一下。还真是让刘凡给说漏了，不过我可没听见。我家里也不宽裕啊。赵刚，吃吃饭还行，借钱。欠多少钱？我给你。老秦，你别闹了，我这不是差了几万，是差了几十万。算你走运，今天刚换了手机，要是昨天啊，想帮你都帮不到。
100万转过去了，不用急着还我。真是一百万，老徐，这钱我一。说什么呢？都是朋友，不用那么客气。那这顿饭你请了吧。行，哎，大家随便点啊。老秦，我小看你了，怎么一下成暴发户了？算了。方圆，你这手链真漂亮，可不是吗？是吗？方圆，没有别的意思，这一个小包就够了，一朵小链子。秦岭，你有完没完啊？一会儿说我包是假的，一会儿说我链子是假的。是又怎么样？我今天还去告诉你了，我和刘凡和好了。啊？你们俩都好？他刘凡，你不是还有个未婚妻吗？小刚，大庭小怪什么？未婚妻不又不是没选择的权利。真是功德无量，什么意思啊？他的意思就是刘凡跟你在一起属于为民除害。刚子，你是懂我的。赵刚，怕你是不想从我手里拿货了。无所谓，反正你别我的原石里边也没出过货。得罪了我，在珠宝界别想要好日子过。做的是翡翠生意。啊，对，不过经验不足，亏了几次，都是从他那拿的原石。运气不好，可不能怪我。正好啊，过几天咱们好好聊聊。嗯，你个送快递的暴发户，懂什么翡翠呀？刘凡，把柚子盘拿出来给他们看看，让他们好好开开眼。这可是赌石界大佬赵老板新开的。你们怎么可能会认识赵老板？他可是赌石坊三巨头之一啊。赵刚。说你要是早就认识赵老板，你就不会亏得这么惨。刘凡，你说的这家珠宝店叫什么名字？叫天翠阁。我像你这种人，应该是进不去了。哎呦，真是我的人。刘凡，你少阴阳怪气儿，没有邀请函我们就不去，大不了你以后你发你的财。我过我的普通日子。小刚，不就是邀请函吗？要多少就有多少。那个送外卖的还想找邀请函啊？你怎么这么大能耐呀、啊？哎，老秦，没必要跟他们置气，这饭咱不吃了。不，不是赌气，我真能拿到。老秦，你要是能拿到邀请函，跪在地上给你叫爸爸。好，你可快成我儿媳妇了。嘿，想得美。方圆，你放心，他一个送外卖的，有什么资格认识赵老板？喂，不在海鲜城吃饭，十分钟，马上就到。老秦，何必呢？装模作样，没意思。就是，不会是那个假邀请函骗子吧？就跟你一模一样。如果需要花钱的话，就钱我。我出。师傅。赵老板，我是给您送邀请函来。叫他什么？师傅啊。他说他也有一张邀请函，你来帮我确定一下是真的吗？不用确定了，邀请函都是我亲自送的，我没见过这个人。不可能，那是我花2000块钱买来的。过来叫爸爸。不是老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？不瞒你说，这天翠阁就是我开的。什么？那家店是你开的？爸爸。爸爸。嗯，真恶心。刚子，我们走。好。都可以，大师。
秦岭，胖子，你来了。孙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师傅，是我私自做主，让小小在这里做店长。挺好的，有你在我更放心。那就好，咱们店现在在装修。秦岭，秦岭，我错了，咱们和好吧。胖子，给你请柬可是让你来给我添堵的。我真没想带他来，是他堵着门非要跟我进来的。别那么小气，我跟你说实话。我是天阙阁的经理啊。你跟他不会是那个关系？是。哎呀，秦岭，你就别让小小在这受累了，我可以帮你管理好天罪阁的。看见了吗？人家要占你的位置了。本来和我的同学聚会。看我干什么？叫保安。哎呀，秦岭，你就原谅我好不好吗？我保证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去做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去干。做人要有底线。你昨天刚叫了秦岭爸爸，今天又来求复合。什么？还叫秦岭爸爸？不愿意，你想叫还叫不了呢。方圆，你是不是什么都听了？哼，我保证如果我不听的话，我就一辈子孤苦伶仃，不得好死。可真是个毒事啊。你闭嘴。好，我到。那你干什么？秦岭。等我说完。我要你现在立刻消失，而且永远不要出现在我。简单的就是说让你滚啊。秦岭，你给我记住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哇，秦岭你太绝了。来喝茶。谁是秦岭啊？师傅，他就是贾正阳。啊，就是。你就是秦岭？是，胖子，你先回去吧。好，果然是年轻有为。杨会长，没记得给你下过钱。哼，可能你还不知道吧。在玉石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私自开店那可是违法的。我不记得有这条法律。哦，这条法律是我定的。你想想。果然是个好姑娘，难怪看不上我这个败家子。爸，不过只要是我儿子看上的东西，我就一定会帮他弄到手。洗干净。心脏又舒服了是吧？我不知道是你搞的鬼。爸，你看没猜错吧？秦岭，你也太嚣张了吧！有你嚣张吗？你以为你是皇帝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？没错，在这个玉石界，我就是王，没有王做不到的事儿。别以为你有一点本事就敢跟我作对，实话告诉你，敢捏死你，就像捏死个蚂蚁那么简单。好啊，那就来试试。哼，看你小子的反骨倒不小啊。本想提拔你到我们江家，哼，
这现在看来呀、啊，你小子不够格。有人不当，我为什么要当狗呢？你现在恐怕连当狗的资格都没有。好吧，现在就让我来照顾照顾你的生意。这是祖母绿的冰种玉佩，多少钱呢？60万。真的吗？保真，假一赔十。秦岭，我知道这是你的店，假一赔十是吧？对。可我怎么看着它不像真的呢？不是真的，我赔给你。好，这玉佩我买了，付钱。师傅，钱已经付了。那你想在哪儿测？这是你的店，我信得过你，就在这儿测。给他测一下。等等，让我再看一眼。我怎么总看着他就是个假的，只不过就是一个上色注胶的假货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都变了。秦岭，这个东西可是一直在你们手里拿着的，我钱已经付过了，那现在它是假的，你们怎么说？师傅，你发誓，我刚才拿的玉佩是真的，怎么可能变了？那好，咱们再看看别的吧。不必看了，10倍赔偿。小小，停业。可是今天的开业典礼呢？不开业了。师傅，他肯定使了什么手段。你再说一遍，这下你知道这个玉石界的王是谁了。如果你现在跪下给我认错，兴许还有条活路。不用说了，连本带利660万赔给江会长。经理，现在改主意做我们江家的一条狗还来得及？江少，拿了钱就赶紧走人吧。你小子还真有骨气啊，那我明天还来，直到陪到你倾家荡产。我看你能撑多久。我还有事，明天不要开业。师父，黄老你在吗？我遇到麻烦了。我知道了，不是您没教好，是我没学通。原来开天神印不光能看穿物质，还能改变物质结构。真的是你？这间店怎么这样了？你跟踪我？我哪有，我就是看你进来这么久都没出来，就来看看呗。不过这间店关门了吗？店主黄爷人很好的，我也经常给黄老送外卖，他人不知道去哪。哎，我记得你有一个商朝的酒器，我可是一直都惦记着呢。我越看你越像文物贩子。什么文物贩子，我可是白桃，你去打听打听，这文物界谁不知道我的名字。那你总跟着我干什么？我认识一个鉴宝大师，想必你也听说过他，叫林文富，你把东西送去给他鉴定一下，如果真是国宝，你就名利双收了。鉴宝大师的主持人？对，就是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走啊。您好，怎么样？什么人？假的，是清代的仿品，不过同样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。林伯伯，人我给您带来了。什么人呢？就是我前两天跟您说的秦岭。林老啊，我这儿有件商朝的酒器，想请你帮我看看。好啊，来，放到桌上。品相不错，看起来是真的。哦，稍等。
哪来的？地摊上淘来的。小伙子眼力不错，不过呢，这可能是一件仿品。不可能，我的开天神也不可能出错。不过你也不必太过担心，这是一件清代的仿品，同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。林老，怎么我这画和他的都是清代仿品？你不要添乱，赶紧走。别听他的，我还认识个鉴宝的行家，跟我走，一定能给你鉴定个好价格。你那幅画确实是清代仿品，不过能卖个150,000。狗屁！我这画花400,000买的，好几家拍卖行都说，如果竞拍，能卖出2000万的价格呢。赶紧走，不要耽误我看宝贝。你也懂画？懂一点。可你刚才根本就没有看这幅画啊。看了一眼。一眼呐、啊、一眼你就能看出它的价值来。林老，还是说说这件酒器吧，它为什么说是仿品？嗯，好，我再看看。可能你不太懂文物啊。这样吧，你出个价，我收了。林伯伯，这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？您就告诉我们吧。白涛，你呀，别说话。这个物件呢，我想要。不管它是真品还是仿品，说个价格。这件我不想卖。为什么？你买它，不就是为了卖，多换一点钱吗？那您买它是为什么？我呀，我买它是为了捐献给国家。依我看，您就是在贩卖文物。你胡说什么？林伯伯可是考古系的教授。他是教授不假，但也是个文物贩子。他家里的古董都是真的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真的，而且都是合法收藏。但是他们出土的时间太近，如果是国家挖掘的，不可能放在这儿。只有一个可能，是盗墓贼卖给你。你这个臭小子，毛都没长齐呢，你懂什么？拿着你的东西，赶紧走。什么？进去了。秦岭，你给我个面子，咱们先走。他的买卖你也有参与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可是正经生意人。白总啊，你的这个朋友太不上道，小心连累你。喂，公安局吗？这里有人在贩卖文物，请赶快过来。你干什么？我告你污蔑。秦岭，你没证据的。证据？什么？我的文物就是证据。啊，最狠的这些人渣专家，满嘴仁义道德，却不干人事。怎么走的这么急？事情办完了，公安局又不请吃饭。公安局不管饭，我管。走，吃饭去。算了吧，我还有事儿。那，我还想知道你怎么看出那些文物的具体时间的，我都看不出来。我有特异功能，你信吗？我才不信呢。不过根据你提供的文物具体出土时间，这一次呀，公安局锁定了好几个盗墓团伙，林伯伯啊，不，林文富也在积极配合调查。这次呀，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了。你也是玩文玩的，就不怕我把你也举报了？怎么会呢，我可从来不做违法的事。那就行，那我就不去了，先走了。哎呀，又怎么了？你那个商代的酒器也被他们拿走了。那是我故意留在那儿的，公安局收缴了以后自然会交给国家处理的。那可值好几千万呢，你真舍得？去，反正啊，我是赔大发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些钱我很快就会赚回，而且是几倍几十倍的赚。
几点了还不营业？你昨天不是说今天不营业吗？我把这事忘了，那你还来干什么？我都急死了，昨天亏了600万。你不是经理，怎么怎么样？没事，事情我都解决了，开门吧。怎么解决？果然如此，可以逆转它的功能。什么逆转？你再看看。变了，它的质地变了，祖母级的 A 货翡翠绿。摆上继续卖吧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准备一下吧，过两天剑师大会就要开了。什么？我们也要参加吗？那可是江家的地盘呀、啊！我不但要参加，还要把昨天亏的钱成倍的拿回来，还要把收的钱成倍的还给江家。苏小小，你还敢来？这可是江家的赌石大会！让开！欠江家的钱我已经还上了。还上？我刚从你们那儿拿了2000万，记得这样子，我会十倍的。别做梦了，看来上一次江会长对你们的惩罚还不够，今天让你们两个倾家荡产。既然来了，那就是客人了，可不得这么无礼啊。是江会长。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要不要到我们江家来帮忙？过了今天江会长赢了我再说吧。好，那就先请吧。各位安静一下，本次赌石大会即将开始。今年的赌石大会由我江家做主，每家可在石场挑选5块原石，最后以原石的品质决出胜负。各家可以去挑选原石了。什么规矩？你给我讲讲吧。什么？你竟然不知道规则？我以为就是剑石开石。那是以前，自从江正阳当上会长之后就变了。每家选5块石头，预估价格，然后开始进行比拼。如果输了的话，就要赔上相等价值的钱。这不就是赌博吗？对呀、啊，而且你别小瞧了那个老人，他可是缅北石王，上次开石大会就赢得2等奖，光奖金就2亿呢。还有奖金呢、啊？对啊，虽然他没有赢过江正阳，但光奖金啊就不赔钱了。第一是多少呀、啊？第一没有钱，但是会赢得所下的赌注和原石。第二的话是2亿，第三是1亿，剩下的就没有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江正阳没输过。对啊，自从他改了规则之后就没有输过，但也会引来无数的人前来赌石。光赢一场就可以血赚了。那我们赶紧挑石头吧。好像没什么值钱的石头。嗯，那边还有几个原石堆，不然我们去其他地方看。等等，这是个好东西。怎么样，挑好了吗？这里没有什么好的原石，我们再看看。加上这块就差不多了。小兄弟，眼光不错嘛，你说中文。啊，
我虽然是缅北十王，但我的祖籍是云南。你连我都不认识，你是怎么混进土石界的？不怕您笑话，我是靠运气。那你看看我这块怎么样？咱俩换换。跟我换了，您就亏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亏了？这石头要开出来才知道长不长了。您的大，我的小啊。原来你是这么计算价格的。那堆里边几百斤的都有，你为什么不拿呀？那些不一样，那些都是外强中干。说得好，那我就相中你那块了，痛快点，换不换？好，换了您别后悔。各位，现在开始出石，公平起见，东家先出。我出的第一块石头，贝卡长谷，冰种翡翠，飘绿少棉，价值1200万。我用这块跟你，你呢？这块冰种紫翡翠，价值2000万。开石结果，东家原石开掌，价值1500万；南家原石开掌，价值600万。陈老板，记得把钱打到我的账户上哦。我还有块石头，开了抵账就行了。就属你小子滑头，滚吧！谢谢警察。师王，这不是你的水准，为什么叫这么高兴？看起来你们两个是要联合起来对付我了。是又怎么样？我就是要拉爆你！玲玲，帝王级的玻璃种紫翡翠，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因为你觉得你已经改变了紫翡翠的结构。江正阳，你不单单是拥有了开天眼的能力，还有了改变物质结构的能力啊！他那根本就不是改变物质结构的能力，就是障眼法。好，你已经骗过。全都吐出来！秦岭，即便是你继承了黄心腾的能力，可你在我眼里也只不过是一个蝼蚁。来人！我想要我的钱，还想要我的命。对，有你的能力存在，我才无法统治这玉石界。江正阳，国家是有法律的，我不相信你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。这在玉石界，我就是王。再杀了你，没有人会知道。这该怎么办呀？爸，等死吗？秦岭，你不怕？师王，你不会让我死。江正阳能给你的，我也能给你。而我比他更可信。师王啊，咱们两个交情那么多年，你还信不过我？师王，你可不要忘了，我师父可是唐先生。江正阳，如果不是因为唐先生，都给我滚，滚出去！走。秦岭，这块石头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
师傅，哎，顾姐姐。秦岭，眼光不行啊，这么老的徒弟你都收。师傅，这丑八怪是谁呀、啊？赵老虎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师傅，请。师傅，看来您凶名在外。那倒是，以前在缅北抢矿是要拼命的，死在我手里的人最少也过百了吧。天哪，原来是这么凶，幸好没得罪他。怕了？有点。你是上古秦家的后人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我应该是。啊，真万幸啊，秦家竟然还有后人。你知道我的家族？对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，大概在30年前，我结识了一位好兄弟，他叫秦书玉。秦书玉，有没有可能是我爹啊？当时他被唐诗追杀，听说唐诗就是唐先生。对，你离唐先生最好远一点，他这个人深不可测。不过如果他真的是我的杀父仇人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你应该找到秦家的祖地，尽快的学会秦家的秘籍，这样你才有可能跟他对抗。您知道秦家祖地在哪吗？不知道，不过你不用怕的。唐先生可能最近回不来，我听说他在国外被抓了，正在蹲监狱。蹲监狱那他也不怎么样。哎，那是他愿意的情况下，如果他不愿意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家能惯得住他。秦岭，失望，这是我们店的新茶，你们尝尝。哈哈，这姑娘不错啊，要不要跟我回缅北发展了？失望，他这个，我和他们可不是一路人，他们搞钱太慢了。失望，您回缅北还是帮我留意一下秦家祖地的事。没问题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收集秦家的消息。不过你这里也太小了，抓紧时间赚钱，买一栋大楼，到时候把翡翠的市场规范一下。师王，我可没有那个志向，再说了，我也没有那个经商头脑。你不行，他可以啊。哈？爸，你还有心情擦老虎？秦岭那小子就不管了，防你都哭死。告诉你，那小子得意不老，心没我，事没我，这人就到了。你知道我最怕他了，我的心脏病就因为他得的。那是你胆子太小，意志不坚，才被他那个鬼眼神瞳给吓到了。这就是真的鬼呀、啊！不要胡说，听到了以后会让你一生不得安宁。70多岁的人了，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。我这个是什么？我一定要报元首。哦，心无。
去，我做不到，你做不到，你做不到。我不相信江江的姐姐，江湖命，我的我的，啊！几年不见，还是这么怕我呀？放心，以前我控制不了。师兄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让他先睡会儿吧。谢谢师兄，你瞧我那不争气的孩子，你也强不到哪儿去。要是被师父知道，你被秦家的一个余孽吸水，一定会挖了你的双眼。啊，师兄，师兄啊，你可得救我呀！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师父知道。起来吧，别哭哭啼啼。我来就是来救你的。哎，谢谢。平安大吉了。哎，对，师兄，古董那送给师兄的。我现在对这些东西没有兴趣。那师兄你对什么感兴趣啊？我已经到了鬼童的第三阶段，我现在最渴望的是恐惧和鲜血。你是要吓死谁啊？秦岭，你干嘛呢？大白天的，胆子这么小啊？没开张呢，别随便乱进。怎么，这店现在是你开的？对，不要随便乱摸。说吧，又有什么事？大家现在是邻居了。没事儿就不能来串串门呀？邻居，谁闲的没事就来串门啊？都是老狐狸，别装小白兔了。知道吗？我就喜欢你这聪明的样子。别扯皮，有什么事儿？痛快，有个宝贝，跟我走一趟。宝贝。拿过来不就行了？当然不行了，越是贵重的东西越要四平八稳的放好，拿来拿去的容易出意外。谁让我招呼你的？光酒气！三月底来就从我这儿买的宝贝，上新闻的，是国宝啊！既然是买的，为什么要还你？区区250块钱从我这儿骗的国宝，该不该还我？老子知道什么？国宝是能买卖的吗？小心公安局请你喝茶。你没有说是从我这儿买的吧？什么时候从你这儿？没有从我这儿买，没有从这儿买。秦家香火不能断在老奴之手，今日已死，以报答家主知遇之恩。秦家秘法，闪开！刚才怎么回事？地上全是老鼠，真的全是老鼠，你没有看见吗？刚才真的没看见老鼠，我跟你说，我最害怕老鼠了。那个主演男人，我根本没有看到他。啊，我稍微有点
过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出土的，也不知道他是哪个民族的。我的异瞳竟然也看不出来。快走！秦岭，秦岭，你没事吧？秦岭，面具呢？我这面具之间有一股很强大的吸力。这么想要我的眼睛，不如你自己来拿。请问身边人的不用，省省吧，用你的眼睛好好看着你关心的人。没有什么关心的人。员工都休息了，一个经理在这里干活，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当然不会累了。说谎，你是在干你喜欢的工作吗？你是在给你喜欢的人干工作？你不要胡说！别胡说了，傻子都看出来了，你们两个相互有好感，就是谁也不想见。你别胡说了，来客人了。先生，你需要点什么？啊，我们这儿有上好的翡翠，你可以看看。你说什么？是。你去干嘛？啊！小小不该走的。你不能吃。鬼眼的能力，报警会管用吗？那我也不能让你去送死呀！
我是谁不知，害你失去手。小小，什么小小？秦岭，面具呢？时间之眼。你怎么知道这个面具叫时间之眼的？他要来了。谁？谁要来了？鬼眼，鬼眼要来了。秦岭，你干嘛呀？我在救人啊。救人也不用拿真品吧，这个可是值二十多万呢。掌握了时间之眼的用法了。赵老板，你别胡说，你现在知道的多不好呀。有什么不好的？傻子都看出来了，你们两个相互有好感，就是谁也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。小小。真的没事啊，弄疼我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太激动了。师傅，你为什么激动？没事，没事。我说你急匆匆回来干嘛呢？原来是急着给他表白呀。不要胡说，谁表白了？那你刚才在干什么？又摸又抱的。谁摸你了？师傅，你摸脸了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我是担心你们的安危。咱们这的安保可是最顶级的，就是他能出什么危险呀？什么顶级的安保，在鬼眼面前都是渣渣。那我就跟你们说了吧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呢送外卖不认识人黄老板。所以事情就是这样的。那我给你的黄金面具，你岂不是全部吸收了？那我可以漫天要价喽。知道。秦岭这个混蛋，明明是我帮了他，他却跑去抱别的女人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弄死，杀人可是犯法的。不，要是让他逮着机会和我对峙，否则不一定是你。那我们这样一直提防着他呢？时间之眼确实，但是有时间限制，这次就掐在眉睫。那我搬过来和你一起住好了。你们倒是想到一块去。我们？什么我们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动手机，放开吧，都挂我身上了，很累的。我说师兄，你咋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？先给我坐下。哎哎哎，慢。
经作为伪装了，可他还是暗算了我。那会不会是？有话就说，别磨磨唧唧。哎，师兄啊，我听师傅说过，那秦家最厉害的异瞳秘术，那就是时光之眼呐。不可能，秦家的时间之眼已经失传了。是时间之眼，是。哎，师兄，那要真的是时间之眼，那恐怕还得师父出山呐。师父都这么有钱了，怎么还住在这种地方？这挺好的呀，这多有家的感觉啊。你就不怕一百多平的房子里闹鬼啊？师父，你别欺负我了，我可听不得在这住。等一下。秦岭，你来了。好啊，我现在算是知道你说的我们是什么意思了。秦岭，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啊？能有什么危险？那怎么办？要不咱们也多请几个保镖。你傻呀，鬼眼他有蛊惑人心的能力，你多请几个保镖岂不是都成了他的打手了？我们不能睡在这里，我直接出去。什么？你要去找他们？对，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。是吧，你们伤成这样了，要不还是在家休息。不行，我要出其不意，给我准备个轮椅，再多找几个人护在我身边，明天我要将他们洗。那你说他们怎么来的？他们天天吃饭点外卖，根本不敢出门。做得好，扶我上车。哎，这次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当心，来来来，小心头，小心头。哎，师傅，您里面请。我还没上车呢，什么情况？车怎么开了？喂！你好啊，鬼眼。你果然学会了时间之眼。我把他的纱布剪开，再给他分点辣椒水，让他更疼。太好了。有本事出来见我！死王八，再杀！别杀我！不行。为什么我眼睛还是看不见？忘了告诉你，你的鬼眼没有封印，可能鬼眼没有封印的法门，除非你把它挖了。还在呢，还在呢。我可没你那么丧心病狂挖人眼球，想封你的眼睛很简单。秦岭，我要杀了你！
好了，别挣扎了，告诉我你们背后还有什么？二十年前为什么要灭上古秦家？我们，你们都得死！你们简直就是一群废物！这么多人，连你师伯都扛不住！一定要告诉师傅，当年就是师爷一个人就灭了上古秦家，他能大了去了。江城的生死存亡，我怎么也不情愿其他出山呢。能找到了啊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，师兄，你醒醒。啊！师兄，你眼睛怎么了？通知师傅。快，快去给你师伯报大礼。快去，快去！再不在场，走走走。危机都解除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回你家？你不是也一样？你家那么大，怎么不回家住啊？你管我，我想住哪就住哪，我就要住他家。那我也要住在这儿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多住点。他现在是回眼的师傅，一定是有更难缠的家伙。那该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现在最头疼的是，两个女人住在我家里，我却只能吃泡面。秦岭，你好歹是个亿万富翁，你请我们两个出去吃不行啊？秦岭，那从明天开始，我来家做饭，肯定就是没吃。苏小小，你看看人家，你诚心跟我作对是吧？会做饭怎么了？我照样也能抓住男人的心。你有的我也有。我有的。闭嘴！你懂什么？明天我就去买菜学做饭。你为什么吼他？你会不会温柔点啊？这两个女人怎么比鬼眼还难对付？你买这么多肉干什么？医生说了，50岁之前要饮食清淡，不然可是会不长寿的。什么狗屁医生，这50多岁死了的专家数抓一大把呢。你胡说什么啊？胡说什么了？回去去查呀。大哥，我来买菜。你买什么菜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想吃点清淡的。你也买菜啊？大哥，这是什么菜呀？大白菜都不认识呀？白桃，你够了，菜都不认识，你还买什么菜啊？你才不认识。你们两个拿我开涮是不是？不买菜，走走。老板，这个罐子卖不卖？你是哪根葱的？我想买你这个罐子。这罐子可是个宝贝。是个古董。是个很值钱的古董。不用抱那么紧，你没有那么值钱。不值钱你买它干什么？你就值2万块钱，我这就给你行。
看什么？罐子给我啊！拿走，拿走。我给他转了20万。什么？20万？肯定会以为我找错了。快走吧，别说了。等等，我的肉呢？这个傻子花20万买了个破罐子，还送了我一兜肉，哎，赚大了！今天不干了，送蛋儿。这还真是宋代的青花瓷，看着脏不拉几的，也就你能看出来了。说好去买菜，随便买一个罐子，那只能吃泡面了。这也算是国宝了，菜可以天天买，但是国宝可不是天天能看见的。就是，虽然呀，我不会做饭，但是我可是会鉴宝呢。那有什么了不起？白菜都不知道，但请你多花了20万。你懂什么？我那是战术，要不是你来，我早就办成事儿了。停，在朝啊，都出去。这也算是他应得的了，他又不是那些文物贩子，这20万够他开心两年了。也是。我们要是骗他的话，王贩子没什么区别。拜托，我可是古董商，才不是什么文物贩子呢。客气。你上次说你认识文玩商会的主席？钱中坤，钱伯伯，我小时候经常去他家玩呢。钱中坤是我二舅。啊？这是你二舅？对啊，我妈也姓钱啊。好了。别管是他钱伯伯还是你钱二舅了，这个人靠谱吗？当然靠谱了。白涛，你既然认识他，为什么上次带我去林文富家？其实我和他关系不太好。那你还去吗？去，当然要去。伯伯。哎，小小，你可好几年没来看我了。你终于想起来看你二舅了。二舅，我这次来呀是有正事儿。嗯。白涛啊，老一辈的事情呢、啊，是我们自己的事儿，二舅还是很疼你的。是经理啊，坐坐坐。听我身边人总说起你，你现在可是玉石界的大红人呐、啊。这是二舅，这个呀是宋代的青花瓷。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？这是国宝，说不清来处。二舅，他呀是想委托您捐献给我。啊，现在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。还有吗？你给国家做了这么大贡献，去吧，就在那边。白涛，小小这个样子，他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我的时间之眼没有收到对未来危险的预警？铁妹妹，要不我给你做饭吧，我手艺可好了。没事，丫头，我呀有私人厨师，你们就做好你们的事就行了。好呀。看来这老家伙是打算用小小要挟我，让我没办法一个人逃走。
明阳，快过来，好好的说话。秦先生，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还要瞒着我们两个？就是啊，到底什么事啊？这也是你设计的吗？你说什么啊？什么设计？那些青花瓷是你故意让我发现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了引我过来。亮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又是什么身份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白桃，你做了什么？二舅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是不是不对，不应该这个反应。反正就是不对。秦岭、小小，我们走。就是唐先生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能力，你也可以叫唐先生。先生，先生，白桃，白桃，秦岭，知道这是哪里吗？钱仲坤，钟坤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要你秦家一通秘法，时间之一。你想要就来拿，别在这装神弄鬼。这里秦家的，当年我也是在这里杀的王爷，只是始终没有得到时间之眼。现在既然你得到了时间之眼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秦陵，你就在这里等死吧。等等等等，小小和白桃呢？钱仲坤，不对，这不是秦家族里，这是他的一通世界。还恨二舅？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，但我爸说的肯定是对的。村里住着一个魔鬼，我妈就是被你害死的。妈，是我最疼爱的妹妹，把好顽固害死了她。我妈到底怎么死的？这件事我不想再提了。那秦岭和小小呢？你把他们两个弄到哪里去了？他们两个没事。我不信，除非你带我去。你妈不能去。钱仲坤，如果你还想认我这个外甥女的话，告诉我。就让我在这一同世界中斗一斗。没事，都是虚幻的。这里是钱仲坤的眼中世界。他在夺取我的生命之力，想夺
有时间之眼的能力，那我能帮你什么？青莲，吓我！青莲，我幻想过无数次你结婚的场景，我还要跟你生好多孩子。 等你老了以后，我还要给你煮面糊给我吃呢。不死啊！你不要死啊！我感觉到了。你知道了什么？ 感觉到了，这里不光是他的眼中世界，还是我秦家祖地。我秦家祖地就在他的眼中世界里，怪不得黄老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我一定要破了他的秘法。啊！我的眼睛！ 笑笑，笑笑，师傅，师傅，来了！师傅，我不知道你。行了，我爱你个，就是个替身。师傅，你眼睛怎么了？请你给我抓回来！带进去。 就是他，找死！虽然看不到，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气息，可我为什么连一点点小小的气息也感觉不到呢？你是谁？跟我走，我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。 这是我租的房子，锦哥，还没告诉我你是什么人。姓钱。什么？我姓钱。钱中坤的妹妹，是白桃的母亲。对，我是白桃的母亲。你不是死了吗？ 如果我死了还能在这儿和你说话，我就是一时脑筋没转过味来。你这么说来的话，面具也是你交给白桃的。嗯，我没说。那你是用异瞳秘术让白桃认不出你，又有我秦家的时间之眼面具，你不会是我娘吧？我和白桃是兄妹啊！嘿，你想得美。 吓死我了！可白桃被你哥抓走了，现在赶紧想办法去救他。不会伤害白桃的，放心吧，事情小小吧。阿姨，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间，我眼睛看不见了，只能感知一些东西。你能治好我吗？这在我大哥的易经世界里受的伤，没有人能够。
啊？能治好你的只有你自己。阿姨，你说话能别大喘气吗？我怎么救我自己呢？时间之眼的秘术你还没有参透，等你参悟透了，伤自然就好。那你快帮我参悟啊！我可不知道秦家的秘术，我又不是秦家的人。阿姨，你这就是在耍我呀！痊愈，派出去的人，还没有。师傅，弟子之罪，确实是让他们跑了。可我问过我手下，他是跟一个老婆婆一起跑的。我问过了，可奇怪的是。他们不仅记不住他的模样，甚至连穿什么衣服都不记得。弟子说的句句是属实啊。那个好妹妹，吃吧。又是泡面啊。我只会泡面。我点外卖，不吃，我拿去喂狗。吃，我吃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你跟你爹呀、啊，真像。你认识我爹？当然认识了。当年啊，如果不是你娘抢走了他，我就是你娘。是前缘的，没想到秦家被我大哥灭了门。大哥是你大哥，你是你，不相干。我才是瞎子，不是瞎子才摸别人吗？阿姨，你别吃我豆腐。行了，看你这么懂事，我就告诉你恢复视力的方法吧。什么？你有办法？也只是试试，不知道管不管用。我大哥的异瞳秘术，一种是空间禁锢，一种是异瞳世界。异瞳世界尤其厉害，他能把现实中的东西收到窗口。他在异瞳世界是无敌。等等，那在他的异瞳世界里，为什么没杀我？因为他想得到时间之眼，所以啊，就只能用异瞳世界的法则销毁你的手机，让时间之眼啊重新显现，时间之眼也就消失了。原来如此，那小小也在他的异瞳世界里。他能在里面待上三天，一步就消失。什么？秦岭呢？秦岭跑了，不行，他会回来的。他为什么要回来？他喜欢的人都不是我。就算不是为了你，舅舅，我求求你了，放过秦岭吧。我妈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，以后我来照顾吗？能得到时间之眼，我就可以永生。只要灭了上古秦家，就是因为时间之眼修炼到最高境界，就可以永生。真的是你灭了秦家？像你这样恶心的人，无儿无女，你永生有什么用？不想永生，我就不想，我宁愿和我爱的人在一起，我恨了命，一味到死。
我爸没死。行了，别转了。如果去不会时间之眼的最高境界，你也得死。黄泉路上正好和那个女娲相见。老太婆，别给我卖关子了，快告诉我修炼方法。就是像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被逼到走投无路了，才能练到时间之眼的最高境界。我要的是方法，不是这些没用的废话。师傅，师傅，那千灵不讲武德，他很算我师傅。我这有意要杀他，让你去报仇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哎，师傅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要用你，请你和你妈出来。你做梦！我就算是死也不会配合你们。不用你配合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妈妈，救命！妈妈，恐惧的味道要烫透我了吧？喂，你们扰民了，知道吗？秦岭，你终于来了。谢谢你啊，他今天过度晕过去了，不过你放心，鬼王没有失去你。既然这么想见我，我就去见你。对不起你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师傅，没用的东西。师傅，岂能他下了我的秘法不管用？他没有权限，似乎还能用其他的手段感知外物。行了，不要再找借口了。世界中，要什么？啊！师傅，不要！师傅，不能干！师傅，我还有几十亿的家产，我都愿意献给师傅啊！啊！妈，这么多年你怎么都不来见我？我怎么没有看你啊？我一直都在你身边。是你不知道吧？这些我都不知道，我一直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是我想打扰你们，不过学校很可能快不行了。小小没和你一起来吗？跑出来了，他还留在里面。那我们快去救他。没那么简单，你救救啊，他太强大了。
想怎么救？拼命！你们两个虽然没什么用，但是大大增加了我的功力。他们来了！行了，放了他们吧。好久不见呀、啊！芙蓉，你还活着？说是四大哥，生大哥气了。我怎么会生气呢？是哥哥当年利用了你，我也是为了咱们钱家能够长生久世呀。我看啊，是你自己想长生吧。我有什么不好？我们的子孙后代，白桃的子孙后代，都是我钱家人，一世荣华，万世富贵的。先别动。东东，你现在快来找我。你是谁啊？你是站在我这边的。对。他们赶紧把秦岭的时间之眼给炼化了。伸手，死人，只要你乖乖被我炼化，我就放他出去。伸手，伸手。好，你先把他放出去。那就看你是不是乖乖配合我。钱仲坤，他怎么还在这儿？他没事。不过还要在这儿看着你死。秦岭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顾鹏，别在这儿看着我。我要跟你待在一起。你觉得我会成功吗？当然不会，我身边有空间禁锢一圈，走过来就会死。秦岭炼化的怎么样？很顺利，已经一天一夜了，再过几个时辰就差不多。那个女孩呢？本来想放她一条生路，可是她死活就不肯。时间之一被高点。秦岭。是噩梦？不是噩梦，我梦见我们俩结婚了。